啊，贪念在讲经说法的时候也出不了六道轮回啊。凡是缘啊，比如像我们的讲堂，有一天的缘讲一天，啊，明天呢绝不要去想明天，啊，想明天你就攀缘了，你心就不清净了。啊，有缘天天干，没有缘就可以走了。啊，要学着随时能走得了啊。那么生老病死这个问题才能解决啊，生我只有这一次了，已经过去了，下一次再不生了啊，下一次再来的时候尘缘再来啊，不是业报生啊，啊，我们这一生是业报生啊，下一次再来的时候愿力再来的，那就自在了啊！虽然有生老病死这些八苦到三苦八苦，那什么啊，那是表演的，那不是真的啊，那是演戏，演给世间人看，是帮助他们觉悟的，不是真的啊！释迦牟尼佛演了49年。啊，八苦都演出来了啊，我们要学这些人那就对了啊，这是四个人人免不了的。在下面讲呢，求不得苦啊，人在这个世间呢都有求，求名也好，求利也好，求财也好，求不到啊，求不到感到很苦啊啊，无论你求什么啊，这个也是啊，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他还求长寿啊，秦始皇还要求长生不老，派人到海上去求仙人，求不到啊啊，有求就苦啊，不求就没苦了。所以古人有所谓也，人道无求品自高啊！啊，他是不是真的无求呢？他求的少，还是有求。啊，如果真的无求啊，他就有解脱了。啊，所以有求不得苦，有爱别离苦啊，你喜欢的人不能常常相聚啊，偏偏要别离。你喜欢的物，你喜欢的环境啊，总是不能够随自己的心愿，你所爱的一切人事物不能够常常聚会，这是苦啊啊！香港这个地区居住的环境，生活的环境真的是很苦啊！
啊，我这一生所居住的，在美国的时候，美国的环境好，空间大了，啊，最后移民到澳洲更好。啊，有同学到澳洲去看过啊，啊，我住在乡下，距离城市不远，啊，只有12公里，啊，开车大概15分钟，啊，我们的房子不大，2栋小房子。有10个房间，有4个厅。我们的院子和中国呢，有170亩地。听不到车的声音，啊，在那边只能听到鸟叫。树木多啊，所以我们自己种菜。有个很大的菜园，确实好啊！北京的同学到我那边去，要邀请我到北京，我就告诉他们，我现在住的是天堂啊！你要叫我到北京去，我就下凡去了，真的。啊，那个居住环境在香港人家不敢想象啊！啊，院子用此地的这个用阴谋讲的时候，我们是28个 acre 阴谋啊，和中国是170亩，一个阴谋是6个中国亩，那么大的范围。可是为了这一边奖金啊，因为毕竟是中国传统文化嘛，啊，对外国人讲呢困难是比较多啊，所以这样子才到香港来奖金啊，这是爱别离苦啊！啊，在这个地方住小房子，住鸽子笼啊！下面一个叫怨憎会苦啊，冤家对头，不愿意看到，哎，偏偏天天看到。嗯，在这个学校里念书啊。那个冤家对头很讨厌的同学，哎，偏偏老师给你排到坐在一个位置上，啊，对家庭里面也有很多怨憎会的，啊，同事当中，啊，也有许多怨憎会的，讨厌，啊，讨厌他们天天见面，天天看到，看到就不舒服。八苦里头的怨憎会啊，你没有法子避免的啊。那么这个5种啊，这个7种苦果，后面有一条呢是因，叫无因之身啊。无因是什么呢？色受想行识啊，就是你的精神，你的身体啊，色。是我们的身体，物质的身体，受想行识即精神，执身是什么？烦恼习气啊，妄想分别执着，太多太多了，啊，这是因，感得生老病死，啊，爱别离怨憎会，求不得，苦啊。你想想，谁能够离开这些苦？
那么这是叫苦苦，这是一条。哎，还有坏苦，坏苦是什么呢？没有到变坏的时候没有感觉到，到坏的时候啊，苦就现前了。啊，这是说什么？色界天人，色界天人定功深啊，所以定把自己的这个欲望贪欲完全缚住了，身心清净了。所以前面讲这个苦苦八种啊，他没有啊。生到色界天是化身啊，不是胎生啊，是化身，所以没有生苦啊。他们真的永远不会生病，永远不会老啊，所以生老病都没有。可是后头有死苦啊，他的定功到了的时候啊，到了时候有什么现象呢？五衰相现前啊，五衰相，脸色变得苍老了，有眼泪，有鼻涕，有耳屎，不干净的东西流出来了啊，身上有流汗了。哦，这个现象一发生的时候，就是说他的寿命快到了啊，佛经上讲的七天。这种现象出现之后啊，他的寿命就七天了。这个时候他恐怖了啊，在这个现象之前的时候完全没有啊，他的宫殿他的身体都变坏了啊，叫坏苦啊。啊，第三一类行苦，行苦是说什么呢？他没有身体，无色界体，没有身体就没有坏。啊，这个是凡夫最高的境界。老子所说的，就无有大患，唯无有身。啊，你要知道，欲界、色界都有身体。无色界身体没有了啊，身体没有了，苦苦没有了，坏苦没有了啊。行苦是什么？它不能永远保持，这就叫行苦啊。它有时间性的啊，你比如说无色界天人寿命是在讲啊，是从两万大劫，这是最少，最长的呢，飞翔飞飞翔出天人呢，八万大劫啊，我们看起来很长啊，但是在无尽的时空里面呢，那个八万大劫也就算不了什么太长了啊。时间一到，他定功失掉了，失掉之后啊，我们讲他的神识啊，一般人讲灵魂的，马上就堕落了啊！真的谚语所讲的爬得高摔得重啊，他一掉差不多都掉到地狱，从最高的地方落下来，落到最下面啊。为什么会这种现象？因为这些人都是修仙人，不是修仙人呢，色界无色界去不了，全是修行人。修行人误会呀，把四禅天四空天呢，以为那就是涅槃啊。涅槃是不生不灭啊，以为他证到最高境界了，没有想到哎，还会有出问题的时候。那想到什么？从前这些圣人，
这些佛菩萨骗了我们了。啊，入了涅槃就没事了。为什么我已经证得大涅槃的时候，啊，还出现这个事情？这个念头一起来之后，这叫谤佛、谤法、谤僧，毁谤三宝，毁谤圣教，这个罪过就是阿鼻地狱。啊，所以这是无色界天人。啊，那么这个三种苦，我们在欲界统统都受。啊，苦苦跟诸位说过了，这是你没法子避免的。啊，坏苦呢，身体到老的时候生坏了，特别是我们居住的环境。啊，我们盖了个新房子，啊，过几年说就要油漆粉刷翻修，为什么它坏了？啊，你用的东西没有一样是长远的，你感觉到坏苦，新的时候很欢喜，啊，到旧的时候破烂的时候就很伤感。啊，辛苦是更明显，辛苦是你的青春不足啊，你不能够永远保持年年十八了，你会随着时间慢慢老化了，这是辛苦，你自己没法子控制。啊，所以这个三苦统统有啊。啊，那苦地生灭苦地是三相迁徙，这三相就是三苦。啊，它在变化，你要觉悟。如果你觉悟到之后，你就晓得三界同苦。啊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啊，所以佛形容啊，这个六道三界六道叫苦海啊。啊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了。啊，或者你不要再贪念了，你应当要放下。啊，迷在里面呢，追求。追求名闻利养，追求五欲六尘享受，啊，追求权势，殊不知那些追求啊，权势造业。啊，真的是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啊！出不了六道轮回，起心动念都是造业啊！意业、言语、口业、身体的造作、身业、身口意，通通在造业。啊，而造业，诸位要晓得，是以意业最严重。啊，口出狂言，身杀害众生，意念在指挥呀。啊，如果没有那个恶念呢，人就不会有恶的行为呀。啊，所以修行最重要的，佛常常讲，从根本修。什么是根本？根本是意念。啊，人真正能做到没有恶念，好啊，恶的言行都没有了。啊，有恶念呢，才有恶的言行。所以你自己不知道，哎呀，好像我都没有恶念了，但是你的言语跟造作不善，
你就要知道后头有个指挥的，总指挥是念头，念不善嘛。所以佛先说这个苦，让我们升起警觉心，想想是真的不是假的啊，我们确确实实是堕落在苦海里头啊。自己不知道啊，啊，还以为自己了不起啊，还以为自己在享受啊，其实错了，全都错了。啊，这个不能细说，说不尽啊。苦从哪里来的呢？它一定有因，啊，因就是集体。苦根集，这是讲世间；道根灭了，是讲出世间。两重因果，啊，即四心流动啊！啊，这个四心是什么呢？就是四无量心，慈悲喜舍。这是好事啊，四心叫四无量心，也叫四等啊，等是平等，又叫四凡心啊，那么就所缘的境界啊，境界太广大了，所以叫无量啊。但是它起心是平等的，没有分别啊，以平等心对待事处世间一切人事物，所以它叫四等。慈是能给众生的快乐啊，这是慈悲呀。啊，悲呢是能为众生解决痛苦啊，众生有苦，你能帮助他解决，这叫悲心啊。所以慈是娱乐，悲是拔苦啊。啊，喜啊，喜是欢喜啊，喜呀。看到人离苦得乐，看到人破迷开悟啊，会为他庆幸啊，我们讲为他庆祝啊，你就晓得这里头就没有嫉妒心啊，如果有嫉妒呢，喜就没有了，那个烦恼就生了。啊，舍这个字好啊，舍就是放下。啊，放下什么呢？我帮助人得到快乐，不着相啊。我帮助人离开
痛苦啊，非常欢喜，高高兴兴看到别人离苦得乐，心里没有执着。佛法讲的三轮体空，不是不做，做啊，做什么呢？这个三轮体空就是啊，像《金刚经》上讲的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啊，三轮就是。不执着用果啊，我做这么的好事不执着，也不执着是对方接受到我的恩惠啊，不执着的做了之后啊就好像忘掉了，也不执着我做的那些好事，谁是这个意思啊，三轮体空啊，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啊，这个就是放下啊。尤其是这个古大德了，佛也经常也常讲，最重要的是邪冤对啊，冤家对头啊，要把这个冤舍掉。那就是化怨为亲，化恶为善，这个太重要了。那我们一般人就是都舍不掉啊，怨恨舍不掉，贪爱舍不掉，那就麻烦大了啊，怨恨给这个贪爱啊，你要是不能写都有冤冤相报啊，冤冤相报，冤是冤家，冤是个缘分的缘，冤是你欢喜的，你亲爱的啊，来生怎么样，来生又会搞在一起啊，就跟那个魏斯四书里头所说的啊，人在世间呢，你就小团体的欢喜这个欢喜那个，它不是一世的缘呢，生生世世给你做对的也不是这一世的，也是生生世世的啊，所以你通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那现在应该怎么相处呢啊，最好的相处的方法，大家一起学佛啊，一起往生净土，清净弥陀啊，过去是有怨也好，有爱也好，全部都把它变成法眷属，同参道友啊，这样就好啊，不要再搞了恩爱怨恨了，那个事情可麻烦大了啊，那么你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就晓得这四种念头流动就是变动啊，啊，这个变动是什么呢？那我们现在说粗一点话就造业啊，慈悲喜舍四个字统统具足，好，这都是舍不掉嘛啊，舍不掉就变成造业了，哎，舍掉真舍掉的时候，真舍的也造业，造的善业，不是不善业。啊，那个业在哪里呢？那个业在色尘天、色界天。啊，它只有善没有恶，恶的它舍掉了。啊，
所以这个四种心呢、能够帮助你将来生死禅天呢、它跟禅定在一起修行啊，就是慈悲喜舍啊，这个色界天的因心啊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就配这四个字啊。初禅天呢，慈多；二禅天呢，悲多；三禅天喜多啊，所以三禅天是欢喜天；四禅天呢，舍多。这个善哉呀、大善哉呀、贪嗔痴啊，贪嗔痴是这个水灾淹到初禅天，火灾啊烧到二禅天，风灾可以吹坏三禅天，四禅天有的舍了，所以四禅天三灾达不到，他那里没有三灾啊，大三灾没有，所以四禅天叫福田。由此可知，舍就有福，不舍没有福啊。啊，所以这个四种普遍的缘无量众生，因无量的福报，所以叫四无量心。那么同时呢，它是平等利益众生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们对于人呢不平，看这个喜欢，看那个讨厌。为什么佛菩萨看众生是平等的？这一点我们要学啊。佛菩萨看众生看法性，看本善啊。你看呢，这个中国古圣先贤教给我们的，人之初性本善啊，他看众生看本善。那佛看众生呢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，本来是佛。从意思上来讲呢，佛是觉悟的意思，那就是本性本觉，所以他看本性，本性本觉本善，那就平等了。所有一切不善呢，是习性啊，习性呢，不要责备别人啊，责备别人呢，是永远解决不了问题啊。应该怎样呢？应该责备自己。这个道理啊，太深太深了。一般人很不容易懂啊，这是真理啊，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妙法啊。那是什么呢？这个古人讲的行有不得的反求诸己，我要做个好样子去教他，言教没有用啊，要做出样子。他不知道尊敬我，我做出尊敬他，跟力的几天几个星期他就觉悟了，他就明白了。跟钝的一年两年，哎呦，他才觉悟。下跟的人大概要五年
7年8年，哎，他才觉悟到了。还有最迟钝的，到临命终时恍然大悟，哎呀，我的一生当中遇到那个好人，他明白了。啊，所以不是个个都是立根呐、啊，啊，可是我们要做。啊，他不觉悟，我们更要做。啊，那么这就是最近这几年来，啊，我们也常常提起，北师大门口贴的八个字：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。啊，我们学了干什么？学了就是做众生的表率，师就是表率啊，样子啊。我们的行为啊，从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都是做个好样子给人看，模范嘛。啊，自行就是化他，化他就是自行。自己没有做到，要是感化别人，没有这个道理啊。啊，所以同学们一定要晓得，现在世界的动乱，提到恐怖分子，也就感染了恐怖这个问题。非常严重，怎么解决？啊，西方人最早啊，他们的想法用武力镇压，用武力报复，用战争报复，就把他吓住了。想的是这个方法。911事件发生之后，知道这个方法没有，仇恨愈积愈深，那么这种报复没完没了啊，这才引起啊世界许许多多从事于和平工作的人认真反省啊，寻求啊真正能化解冲突的方法啊。我是在这么一个状况之下啊，被邀请到昆士兰大学啊，跟和平学院的教授举行了两次座谈会啊，我才了解这些状况，以前也晓得，但是没有留意，没在意啊。啊，我们天天讲经说法，这与我们不相干嘛。啊，这一结束了，这才了解。啊，听他们的报告。啊，他们要想用和平的方法，啊，不要用报复。啊，这个转变转得好啊，可是和平方法怎么落实呢？啊，开会，联合国召开和平会议，从70年代，今年77年，开了多少年了？37、8年了，世界越开越乱，没法子啊。所以我在会议里面提醒他们呢，中国人教我们解决问题是反求诸己，解决问题方法不在外面，在自己啊，给他们用一个新的思考的路线啊，把我们中国传统方法介绍出来
我们中国五千年历史啊，五千年的智慧啊，五千年的方法，五千年的效果，这个外国人懂，他们读过历史啊，说这个他们都很点头都佩服啊。中国这个族群是爱好和平，五千年来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侵略过别人啊，没有跟外国人打过仗啊，这历史做证明啊。啊，这么大的国家，这么复杂的族群，能够和睦相处啊，改朝换代那也是因果啊。可是一个政权建立至少有150年到250年太平盛世啊，这在西方历史上找不到的啊。啊，为什么中国人能做到呢？啊，那就是中国人懂得教育。什么教育？伦理的教育，道德的教育，因果的教育，就这三种就能把人心安定，就能教育所有的人都能够和睦相处啊，彼此在一起没有竞争啊，只有礼让啊，啊，礼让就和睦了，竞争可就麻烦了啊。所以中国教育里头没有竞争。你们也许念过孔融四岁让礼啊，就懂得，哎，大人吃大的，小人吃小的，没有贪心，教出来的吗？不像现在西方小孩啊，吃东西捡大的，也问他什么，小人吃大的，大人吃小的，你说吧，大人是他爸爸妈妈这个事情很麻烦，非常严重啊。那我们把这些报告提出来也不少次啊，前后一共10次啊。可是这些专家学者啊，我看世界上专家就学者看的可多了啊，听了都欢喜，都赞叹，没有信心，这是法师，这是理想啊，做不到。啊，我被他们逼着，我要做个实验，看看传统这个东西在这个时代还管不管用啊。所以我在汤池做实验啊，我找了一批老师啊，这批老师真难得啊，他们学历不高啊，这个级别很低，幼儿园老师、小学老师、初中老师，初中的少，小学的多啊，这社会一般不太重视啊啊。我找他们来，把我们的理念告诉大家，鼓励他，勉励他做圣人，不要做凡人啊！要学孔子，你们是今天的孔子，你们是今天的孟子，你们是今天的释迦牟尼。从哪里做起？从根本做起啊！我们要把
伦理道德因果从我内心里面融入表现在行为上啊，他们能接受啊。啊，儒家的根《弟子规》，这是传统教育的根本啊。道家的根《太上感应篇》，佛家的根《十善业道经》，这三种东西是根本啊。如果没有根啊，现在实在讲呢，儒释道根没有了啊。我到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我去看啊，最著名的大学，英国、牛津、剑桥、伦敦啊，我到这学校去看了，去访问他们的汉学系啊，跟他们的同学、跟他们的指导教授交流。很难得，哎，也等于说我在学校跟他们上了课啊。啊，我看到学生用无量寿经写博士论文，我很欢喜。啊，这用佛教的，用孟子写博士论文，儒教的，用王维写论文，这是唐朝的文学家了。我看到了，听到了，啊，我很感慨的跟他们讲，你们可以用儒释道三家的典籍啊写论文呢，拿到博士学位、硕士学位。可是啊，很遗憾，你们这一生呢还是生活在烦恼跟痛苦的世界。我这个话说着大家都笑起来了，连那么指导教授也笑起来了，真的不是假的啊！我说你们决定啊，没有我这么快乐啊！我去年去访问了80岁啊！啊，我说你不可能有我这么快乐，有我这样的幸福啊！为什么呢？你们是在研究佛学、儒学、道学。我跟你们呢恰恰相反的啊，跟你们搞得相反的，你们不是搞吗啊，佛学、儒学、道学，我呢学佛、学儒、学道，学儒像孔子，孔颜之乐吧，我得到了。学佛呢像释迦，释迦的法喜充满呢，长生欢喜心啊，我得到了，所以我很快乐，我很幸福，你们得不到啊。哎，就是儒学学儒，佛学学佛，道学学道，就这个就不一样。我的讲演虽然是不长，对他们很有受用啊，让他们真正理解佛学跟学这个学佛不是一回事情，不相同啊。佛学，佛家讲性解行证，你只有性解没有行证，就叫佛学啊。所以佛学家解决不了社会问题
啊，怎么解决呢？释迦牟尼佛来就解决了，有行有证啊，学儒不能解决问题啊，这个儒学不能解决问题，学儒能解决问题啊。学儒，儒家教学的方法五个：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，这是做学问的。后头有个读行，你没有行，你光有前面四个，这是儒学。有行呢，就学儒。所以行重要啊！行从什么时候学起啊？从婴儿学起啊，就扎根呐、啊！啊，婴儿不睡觉的去念《弟子规》呀、啊，他不会念的。刚刚生下来小孩，他怎么会念呢？就刚刚生下来小孩，他只要睁开眼睛，他会看；竖起小耳朵，他会听。他就在学习。那么换一句话，弟子规是谁？谁去表演呢？父母大人在婴儿的面前照弟子规里面所说的通通要做到，做给小孩看。所以这个小孩从出生下来啊，到三岁他已经学了一千天了。这一千天的学习就是他一生教育的根本，他一生都不会变坏，那个根太好了。所以中国谚语有所谓呀，三岁看八十啊，啊，三岁小孩你就观察他，能够看到的八十岁的成就，根太好了。那我们今天的根呢，至少断掉三代了啊！清朝亡国之后啊，民国成立，社会动乱，军阀割据，但是那个根还有啊。那么接着八年抗战，把整个社会打乱了，根就没有了啊，我这个年龄生活在农村还很幸运啊，受到这个根本的教育啊，伦理道德因果根本的教育。什么时候受的呢？九岁之前啊。所以在这个时代啊，走遍全世界许多国家地区没有变坏呀，没有染上不好的习气，都是那个根的作用啊。我明白了，我懂得了，所以我知道根太重要了。那么今天如果要是化解冲突，促进社会安定和平，你只要把根这个教育做好了，问题解决了，真的是化解冲突，社会安定，天下太平啊。就在这个三样东西啊，十善业道、弟子规、太上感应篇啊，外国也有，外国很多宗教里面的经典里头有伦理、有道德、有因果啊。圣训里面啊，教我们怎样做个好人更多了啊。如果收集这些材料啊，编成一套啊，世界传统文化教材啊，实在讲呢，佛儒释道里面内容概略的说，它里头包括五个科目，五个科目是以伦理道德因果为根本啊，
这是基础，非常重要。后面是哲学、科学。啊，如果没有前面这三个，哲学跟科学都会出问题。啊，哲学会导入偏差。啊，科学会造成灾难。啊，然后你再晓得那个根是多么重要。啊，所以我们在汤池做实验，把汤池这个小镇12个村庄，啊，48000居民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一起学，啊，通通学《弟子规》，啊，把《弟子规》啊落实在每个人生活上，做出成绩出来了，大家看得很欢喜啊。啊，我也邀请联合国的官员来看。啊，你们看看，这个方法要可行，要大力的来提倡，要向全世界弘扬。啊，只要有30、50个好老师，如果利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传播媒体，啊，对全世界播放，一年冲突没有。天下太平了，不是做不到啊！啊，真做得到啊！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